影后林嘉欣5月30日跟陈奕迅太太徐浩莹还有上山诗娜女儿 Hilary 出席化妆品活动。林嘉欣坦言自己平时比较少化妆，尤其是大部分时间跟女儿在一起，所以越方便越好。那林嘉欣平时把大部分时间都给了两个女儿，会不会偶尔也会跟老公袁建伟浪漫一下呢？比如说下个月13日的结婚9周年纪念日。结婚周年，对，谢谢你提醒我。你知道老公负责北京很好。对，先生就比较厉害，给我惊喜。那我是比较，比较傻吧，就是可能在照顾小朋友的期间，那就对，没想那么多，对。我现在都很想做你，谢谢。你这样讲，我现在就从今天开始要计划一下了，谢谢。另外，林嘉欣早前跟歌手麦浚龙合作拍了一个 MV， 当时大家就问他什么时候会重返乐坛，当时林嘉欣的答复相当具有暗示意味。直到最新，香港著名填词人黄伟文透过社交账号爆料，自己真的写了一首歌给麦浚龙跟林嘉欣合唱。不知道林嘉欣期待吗？哈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们说好像阿 Y 有在 IG 是不是在出来？对，那所以连我都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，我不知道，就在看情况吧。对对、okay ，你们呢？你们会想要听吗？会啊，这是跟俊龙合作哎、欸。OK， 好吧，我想一下，应该是很久没有唱歌了，十几年了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唱歌这回事就因为很不熟悉的，我觉得离我太遥远了。因为你知道像我们拍电影到片场就很自如嘛，那我觉得录音师是我比较会害怕或者比较紧张的一个地方。对，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